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九九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 Fine Label 独家设计连身裙。这个款式呢，蛮适合工作场合穿的。我的身高呢是160cm， 然后现在身上穿着的呢是 L size， 然后它的长度呢大概到我的膝盖上一点点哦。这款裙子呢是一个小 A 裙的剪裁，然后我们穿起来的时候呢会更显年轻，然后这边也不包臀了。领口的部分呢，我们这边是一个小 V 领的设计，我们穿起来的时候呢更显瘦，然后另外它也不会太低胸哦。我的胸围是38寸，腰围31.5寸，肚腩的话37寸，而我的臀围呢是40.5寸。我现在身上穿着的呢是 L size 来的，然后它这边呢还有一点松围，穿起来是舒服的。这件裙子的里面呢，我们采用的是 satin 的里布，直到裙角的部分，所以我们穿起来的时候呢，它是滑滑凉凉，非常的舒服。然后另外呢，它穿起来也不会透哦。领子的部分呢，它是一个角叠的设计，原本是打开的，可是我们这边呢也做一个定位了。我现在身穿的呢是第二个颜色，这个是一浅蓝色来的，然后这件呢是 M size 来的， M size 的长度呢穿起来呢它会比 L size 再短一点哦。如果是跟我差不多身材的你们呢，如果想要穿到合身一点，可以选择 M， 不过 M size 呢它这边呢会稍微比较紧一点哦。我现在身穿的呢是第三个颜色，这是浅粉色来的，然后这件是 L size 哦。像这一件呢，它是本身有一条腰带的，然后我们可以自由调动它的松紧哦。如果我们不要配这个的话呢，另外也可以配一个弹性的腰带了。连身裙呢是我们的 Fine Label 独家设计款，一共有6个 size， S、M、L、XL、W 跟 Triple， 然后有3个颜色。我身上这件浅粉色、浅蓝色，还有一个白色。这件裙子的里布呢，我们一样是采用 satin 的面料，然后穿起来的时候呢还是凉凉的，然后面料呢也把拉链这个部分整个都包边起来了咯，所以也是不会刺刺的咯。像白色的呢，我们是配深蓝色的线条，然后另外粉色跟蓝色呢，我们是配白色的线条咯。如果你们是想这件试试看的话呢，欢迎到我们的芙蓉纹饰。如果你们是通过网上购买的话呢，万一不适合也可以有一次的更换哦。如果你们是想要看更多细节图或了解尺寸表的话，欢迎到我们的网站。如果你们是不了解自己穿什么尺寸的话呢，也欢迎到 Facebook 找我们哦。